材料清单，猪肉肥瘦相间，香菇、豆角、香菇提前泡软，和猪肉一起剁碎，加入适量生抽、盐、生粉搅拌均匀，放一边腌制半小时。豆角选择较细嫩的，比较好憋拌死，去掉头尾洗干净。锅中放入清水，加入一点油和盐，把水烧开，再放入豆角，小火煮两分钟左右，捞出沥干，水备用。豆角从中间断弯成大小合适的圆形，先边一边的豆角，把豆角绕着圆形一圈的打结，再边另一边的豆角，边完后又凸出来的豆角更可以剪掉。边完的豆角瓣子，将腌制好的肉馅酿入到豆角里，这一步不用沾生粉，也能酿得很稳的。平底锅加入油预热，放入酿豆角，将两面煎至金黄，取一小碗，倒入适量的生抽、蚝油、糖、淀粉，水调成馅汁，倒入煎至金黄的酿豆角里，盖上锅盖，中小火焖三分钟左右，还剩下一点汁的时候，即可关火装盘。做方自有一万，可加我微信 TANGTANG 200091002。